自己，要跟人哋抄，人哋黐，人哋中國人，要睇死自己，又要教曉我哋，唔係東亞病夫，我皮膚膚都可以做法自己，要跟人哋抄，人哋黐，人哋中國人，要睇死自己，一個大中華，一個李小龍，每一個中國人都為佢覺得驕傲，西洋拳劍柔道詠春不敗，狂舉十二路，各門各路各式各樣每一種招數，佢都用屎忽去記錄記錄低。做乜嘢门派嘅徒弟？底依无法唯有法，你自己就系最好嘅方法。要真正表达你本质，先系最积极嘅老大。佢拣咗呢条路，佢又行走咗呢一步，创立咗一套拳法叫做截拳道。佢嘅主张做人要有自己嘅态度，可以墨守成规，就原地踏步。成日企喺度，得我谂住唔走去做，做做又谂咗唔乖路，想做就去做，但走咗一条行条正路，就如截拳道。如今插翻佢一定唔做，要欺骗自己，靠鬼唔三。中國人不會忘記，中國人有乜唔好？我哋五千年歷史，你有冇為咗唔知變成白色恐怖？你要問心嗰句，你有冇？我要知道我哋中國人有乜唔好？